今天到场看，他这边是通过一个旧厂房来改造成广东省是个篮球大省。咱们本身有三个 CBA 的俱乐部，现在都是十分缺乏这个人才。我觉得当我要转型或者说我要退役的时候，我觉得把这个篮球这一块要回馈给广东，然后也回馈给这个篮球。现在咱们通过放开在社会上，在这个学校里面，在这些体校里面，就是几个层面咱们都放开，通过这么3、5年、5、6年，很有可能咱们会培养出这广东籍的当地的这些好的球员，能够在咱们 CBA 里边，甚至说在咱们国家队里边能够见到他们的名字。我叫阿黎，我目前在建乐篮球训练营当教练，教人也是一种方法，教你自己。留中国是我的一个中国梦。那么呢，这个建乐球馆，包括建乐星光培训，作为这个球馆这个培训的一个篮球顾问，我觉得发挥我的这个篮球的一个特长，如果说有更好的一些苗子的话，能为广东的一个这个篮球的一个后备人才的培训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，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吧。Edison Basketball， 等你来战。刺猬篮球，南宁见。就是下面那个东西吗？对对对，刺猬。这个不是龙吗？H ball。Yeah, H ball. Hold. Let me see. Picture. 刺猬篮球。对。Okay.